Namo Himalaya， 欢迎来到 Jane 的引导冥想。今天的冥想将会帮助你练习让大脑安静下来，进入到无静默的状态。冥想最建议的姿势是盘腿坐，或者任何让你感到舒服的姿势。坐下来后，请把你的双掌放在你的膝盖上方，掌心朝上，手指微微的并拢，呈现接受的手印。准备好时，请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，把你的注意力由外转向内。透过鼻腔深呼吸一口气，缓缓地把气吸入到腹部，让肚子整个鼓起来。吸饱气后，再缓缓地透过鼻腔吐气。吐气的同时，肚子会慢慢地消下去。这样子的呼吸，以自己的节奏重复两次。请保持这样子的呼吸方式，然后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体上，从头到脚的让自己的身体放松，观察它身体的哪个部位感到紧绷，透过每一次的吸气吐气，放松那一个身体部位。现在慢慢地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，吸气，缓缓地吐气，就只是单纯地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。如果脑海中有任何思绪，意识到它，不要跟它做过多的互动，然后随着每一次的吐气，让这个思绪从脑海中飘过去，直到它消失为止。再把注意力重新的拉回到呼吸上，
慢慢的深呼吸一口气，缓缓的吐气，准备好时，请把你的双掌合十带到胸口，双掌摩擦产生热度，现在把双掌带到你的眼皮上方，感受掌心之间的温度，让这个温度在你的脸部扩散，慢慢的把双掌移动到你的耳朵，接下来再移动到你的颈部后方，感受掌心之间的温度，再慢慢的把双掌带到你的胸口，掌心合十，深呼吸一口气，缓缓的吐气。当你准备好时，请在脸上带着微笑，缓缓的睁开双眼。每天练习这个冥想，可以帮助你找回大脑的平静，不被外面的世界所干扰，更容易的了解自己内心所真正想要、渴望的。如果这个冥想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不要忘记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，也让这个冥想帮助到他们。在这里为你还有你所爱的人送上我满满的祝福和爱。 Namo Himalaya